种类，还有黄灯，还有那白炽灯，还有什么柔光什么的。白灯。我喜欢白的，但是我老婆就喜欢那个黄的。哎呀，我去，就这点小事情还得争执一番。黄的灯感觉很温暖。对，他喜欢黄，我不喜欢，我这有点热。到冬天再看。到冬天可以，夏天我就不行。